大家，我们来到鹿鹿 Island 哦，鹿岛酒庄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加拿大的首出名哦，都是这个冰酒了哈。那但是我们讲哦，冰酒呢，其实是冰冻过后的葡萄哦，所以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制作采收的过程。那我用说的也会比较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所以透过呢，我们有一个纪录片啊，也就是3到4分钟，但是看完以后呢，就会对冰酒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啊。那我有英文版、中文版的。我就播这个中文版的，好啊。